咁我哋拎走一部先啦。拎走我。Hello， 哇，好矮啊你。我唔矮嘅。呢、這個靚仔邊個啊？堅哥噶啦嘛。呢、這個靚仔就係。阿 Chris 啊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去邊咧？今日去富士嘅正職友。你好中意嗰啲嘢喎，係嘛？係我嘅私人相機，雖然係正職友，我有彈過，不過唔緊要，去睇下啦。阿 Colin 遲到啊！啊，我哋上去先啦。等等，哇，靚女 Anna 喺度啊！好多人啊，好熱鬧啊！你睇下，得我哋幾個啊？阿 Colin 仲要遲到添，幾俾面？呢啲擺明係呃阿喬妹咁嘅女仔噶啦，唔得喎。點解唔得法咧？我中意紫色。咁Mini 十一咧，今次咧有五個顏色啦。咁咧佢機身咧，個鏡頭側邊咧同埋機身咧個物料唔同嘅，加埋後邊有一個雕刻啦，有個 insert。咁整體咧比以前嗰啲機種咧就比較型格啲嘅。好啦，今次新增啲咩功能咧？第一個就有。就有一個 selfie mode， 係啦，咁佢影 close up 咧或者自拍咧都會更對焦得更加清晰嘅。咁第二個咧，佢內置咗自動曝光啦，同埋自動快門嘅。咁比上一代咧，傳統嗰啲 insert 咧就要你要校室內啊、室外嗰啲燈光噶嘛。咁今次咧佢就自動會輸出同即係根據環境啦而輸出閃光。即係傻瓜機啦！咁就咧。新一代 Mini 十一啦，阿 Colin 對呢啲顏色好似一啲興趣都冇。佢好靚啊，中意有紫色啦，中意有紫色啦。唔係，其實出過嘅紫色。你睇下，跌咗，跌咗啊！一個專業嘅演員咧，話交氣即刻交氣啊！係啊，一嗌 action 就交到氣，開心啦！呢一個咧就係 Insta 配埋嗰個accessory 嚟嘅，咁有個按鈕嘅配件，咁佢有夜光顏色啦，亦都有跟翻佢嘅機身咧，就有一粒寶石型嘅。哦，咁易甩嘅？係因為咧，我哋咧好多人用過，咁咧所以我哋甩完又黐，甩完又黐咧就。即係自己用係冇問題嘅。今日揾同事就嚟做一啲社會實驗，就問下佢哋咧。咩女仔中意咩顏色？小姐，呢度有五隻顏色，你知唔知邊款啊？紫色。紫色都話紫色嘅啦。都話紫色嘅啦。你睇下喬妹嘅頭髮。頭髮都係紫色。啊，表達完啦。咩旺角跑車煙燻色？旺角嘅跑車好中意將個指揮燈咧燈黑咗咧，就係呢個色嘅。係咁嘅咩？好有型咧！哦，你講緊嗰啲街車，係街車，佢哋嗰啲寶舊寶馬改裝大包圍嗰啲，跟住仲要加個煙燻嘅透明啊，然後攞啲咩紙包住嗰架車嘅，係啦，然後仲要焚機嘅，係啦，唱住咩歌㗎？黑色嘅，佢呢度包黑色。咁播住咩歌㗎？一般誒，後搖又尾擺，漂移境界，你接到喎？呢個嗱，你睇下大會安排呢個安。大家睇得幾唔清楚，我哋又睇得清楚咧。點啊？數碼見到一點點㗎，係四方點組織成嘅。係啊，數碼雲石。係啊，即係等於迷彩嗰啲數碼迷彩差唔多啲 friend 啊。呢個雲石紋真係好靚啊！係啊，每一張係唔同㗎。呢啲真係呃女仔一流啊！一定呃到㗎，因為我已經好想。阿 Chris。識做啦，好點樣咧？好嘅，暫時我哋見到嘅雲石紋咯，呢個細嘅就係金色，呢個 square 嘅就係銀色。哇，都幾襯你喎，幾姣啊呢隻色，同你個碌幾襯啊！哇！系冇嘅。我呢嚿，你有冇谂过呢嚿嘢遮住咗？哎呀，有啦。哎呀，你呢个遮咗三分之二半年啦，已经。呢个再遮埋。好，我哋等一等，就会有噶啦。喂，都几快喎，好过瘾啊！你要影埋啲
你咁樣都影過你皮啊？死皮婆你！人影相你影相影到咁招積嘅，嗱呢啲真係高科技攝影。喂，日系扮下日系先。什麼扮啫？真係日本嚟嘅相機。喂，係喎 ，Gory 啊，有冇睇最新有個 YouTuber 啲片咧？講菲林相機。係啊，嗰部出水嚟㗎，咁靚女嘅。叫阿喬啊。喂，呢個原來呢個。係啊，大家記得 follow 翻佢嘅個人 channel 啊。個人 channel 係 Hello Hello， 快啲嚟 follow 啦，女仔都可以 follow 㗎。即系点啊？即系男仔，真得男仔 follow 啊！依家占优，女仔唔可以 follow。多啲女仔嚟睇，支持下我，飞立相机。好，我哋冇乜女性观众。得，唔紧要噶，都可以 subscribe， 听下化妆镜。佢而家有个自拍功能嘅，咁阿乔即刻嚟一张试下先啦。嗯，阿喬妹啱啱喺英國翻，冇學翻，冇學翻，要暴力少少咁樣掹開佢個皮，好唔襯啊！有一個環境，邊個搞？係啊，我要 fast forward 啊！一個女仔啲自拍咧，可以嘥好多時間，唔多㗎。你看看我們開始計算，現在33秒，這些精益有的菲林很珍貴的嘛，要很用心地去拍照。你有沒有看留言啊？拍菲林要用心地想要去拍一張照。分幾鐘未拍到一張照，那隻兔仔2,100 years later， 大影到了，是不是很快？其實女仔影相很快的，影過一下咯，125/1啊嘛，我知道。是啊，很快真係。咁你啊，佢哋話唔可以靜啊，要擺到。因為覺得其實係靚嘅，但係歪咧就拉到塊面好長，即係你知道我下巴尖嘅。即本身已經誒唔使拉出啦，最、但係佢又拉咗。咁如果咧，咁就好似整容怪傑咁啦。咁如果咧面比較圓啲，或者細啲，或者短啲咧，用啊。咁啊，俾大家睇下先啦。未完啊！哇，好靚喎！呢一部機嘅誒售價就係$850，咁就喺4月15日就會公開賣售嘅。哦，即係而家擺低都唔得喎。咁我哋拎走一部先啦，拎走我。哇！啊呢度咧收埋好多垃圾桶，唔俾我哋用噶。你睇下边？点解嘅？咁多刘江华咧？我话俾人知啊，唔讲得噶。阿 Colin 带我哋出嚟散步啊！今日几好阳光喎。太近啦，大佬，咁多近。系欢迎嚟到。交涉現場，交涉現場。今天我們帶大家來到香港最受保護的小朋友行的天橋，其中一條。為什麼這條天橋要這樣圍城呢？是，這個是佔領天橋。哇，一個城市要這樣包圍自己，真的很安全啊。亦都是藝術品的一種，因為我們選到這裡來。我哋作為香港人真係好幸福啊！你睇下，喺我全程光底下拍攝，亦都係我哋保障同事嘅安全其中一部分。成手啤牌噶咯，紅花筍噶咯呢度。跟住俾個紫色佢揸住啊！唔好意思，哎，佢有冇收啦？我點到隻手啊？我影到啦，好嘢！呢個演員真係唔錯啊！好了，我們已經眨眼拍完了。是啊，轉頭我們就會去找喬妹拿照片，放大一點照片來看看。看看喬妹怎樣的照片。我覺得在日光底下是做得很好，即是你看這些全部都這張。這張是超靚靚。這張是什麼來的？飛刀正傳。飛刀正傳，即是有
係啦，呢啲都好好啊，有少少嗰啲流光，但係佢個反應都好好。啲全部顏色個鮮豔度都好好啦。雖然有啲，如果喺暗嘅地方影，好容易會 out fall， 但係都正常嘅。都有啲出咗事啊。哦，有少少出咗事，覺得比較上嘅。哦，呢張都怪怪地啊！是啊，就是我就是说是不是这一只菲林用的色不一样，这只纸是啊，这一只纸里面的这张，是 Daylight 有没有笑的颜色都即是那个挺漂亮的 Yannis 收不住，即刻收起来，之后这些都很漂亮，就是看它影出来效果好过我之前试的那些很多，即係我之前試嗰啲，就算你喺 daylight 度影咧，都係好容易爆曬光，即係可能十張有八九張都係咁樣。但係依家已經進步到，基本上都冇乜有事，覺得幾好。好，咁依家講緊八嚿幾水點啊？八嚿幾水算好平嘅喎，真係。好啦，咁買啦。買。送俾女朋友啦。送俾女朋友啦，快啲去。或者送俾女仔做兵嗰啲啊，埋單啦。剛才發現一張橫島的爆的照片，其實這麼先進的科技呢是不可能再爆的，其實呢我們就發現了一件事，就是其實可能剛才橫島的時候我們手勢不好，遮了這兩個 sensor 不知道誰啦，就會令導致到它就這樣啦，你這樣就會導致它曝光度 over 啦，就是這樣，大家記住哦。是啊，喂，其实呢好靓嘅云石地呢，哇，衬返啲云石台几靓，如果唔係喂，咦，纸嚟㗎，点解咁样嘅，贴纸嚟㗎，喂，喺边度买㗎你，我哋专程订返嚟㗎，系边个订？就咁订张台返嚟，订我整返我你整，你做埋阿 director， 好嘢喎，果然有一颗少女心啊，系咯，就有呢啲相啊，真系。但呢張相係 print 出嚟定點嘅？即係 print 出嚟呢個。係啊，我哋用 printer。哇，可以用埋 printer。係啦。正喎。正喎。嗱，喬妹開始嘥緊菲林啦，快啲撳啦！